小林玩具。很多人出席了今天的舞会，有多才多艺的公主，有才华横溢、魅力无限的王子，食物只有这个汉堡，谁能赢得比赛吃到它，就能证明谁才是最新颖的王族。什么？要根据菜单制作汉堡。王子公主准备好了吗？成为对手吧。哇，这么多种材料，只能按照菜单的顺序来制作，并且完成后只能用盘子来接住。太难了，我势在必得。亲民的王族肯定也是我的。挑战！正式开始游戏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进行一下练习赛。你让我练习我就练习呀、好吧，练习。一共呢有三个档位的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。哦，这个速度啊！哦，开始。这个还不好弄啊，这个不好弄，所以要弄到最边上。我又一个姿势，哇，要到了一个这个汉堡，我做完了，我现在要来接啊！一看来还是不错，但这个很难接住吧，我感觉。哇！好一点，我就掉了一个这个，哇，好难啊！这个接我发现是最难的、啊。对，正式开始第一轮啊，咱们来看看今天菜单是什么。哇，超难的！叮叮叮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。我是左撇子，不行。他成功了！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让我来检查一下，一个面包，然后菜、番茄、肉片、两片芝士。哇，再加一个面包，你怎么接住的？非常细致的接住了。第二轮，第二档，先感受一下这个。哦，声音都不一样了，快了。第二轮的菜单是这个，不是。不行，这一轮我一定要赢！哇 ，yes， 我的面包又掉了。好了，都跟你说了，本公主真不一定啊。哇，那你都赢了两轮了，我不是输定了？没事儿，第三轮呢，你还有一些机会的。限时100秒，谁做的更多谁就赢。放马过来吧，计时开始，第一个。请用餐，我是输得心服口服啊！